大家都加油啊！我给你们刷弹幕。嗯。我不知道，我看局势吧，因为局势我也说不准。本来以为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，我以为我这周录着一把，但是这周看情况，我好像跟我不是完全没关系。我以为我是路人，但是每个人都会扯关系，因为现在人就那么少了。现在非常就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安全。你今天放水之后，王蒙应该算是绝对安全，因为他还有两张自己自保的卡，就是假如他不用在任何地方，他用在自己身上无可厚非，那是人家自己的。不是我，所以说你今天放水之后他是绝对安全，但如果你不放水的话，他也不是绝对安全。我知道，绑定卡和拉人下来，再用到另外一个似乎现在绝对安全的人身上，就七个人全部都不安全。其实我真的说实话，王蒙选我的事情，我当然就是。我相信他，所以我为了他放学啊。王蒙会不会用那张卡呀、啊？用啊。就是那两张卡，他会不会用啊？现在想好了。他不会用的话，请他来咨询我。这王先生咨询台开始。他准备废，我准备让他把这两张卡废了。他废了干嘛？他不用啊。有可能不用，但是有可能。用。看看情况啊，我觉得拉人下来是肯定要用的。嗯，拉人肯定会用的。然后，否决他不一定会帮别人。我觉得，看情况。因为你知道，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？人气最低的人会进来。现在他人气最低，他出去他还得进来，所以他否决他自己，他要先保自己。那当然，对吧？啊，那当然。他不用最好，我帮他拉点票就吃。你们要吃吗？不吃，完全没心情。又好，为什么？我吃吧。你要吃啊？吃饭啊？嗯，我没吃了。那个饭是脏的、啊。吃面。哦。嗯，那个炸酱面。